到这些忠义和果。你是先天上帝，你是好人。我名叫李东斌，我见你，你来高处的，嘛是要受车辆强调。不是，我来高处的，就是要受车辆强。不过唔知到底受苦的原因，我无法多处理车辆强，因为你点么处的咧？我伫咧等，要受车辆强。凭你一个人是无够这能力，新生之量要处处都爱咱两个人共同合作。假使咱若是当时处处是靠车辆强，义无反顾，若是无强，任何人都无可能去想起来。可是无错无错，阿妹不去车辆强，必须跟你共同合作。那安尼好，咱三人运动，当然不去车辆强。好，就是要来释放英雄妖，来救百姓。我希望你检查好我。那是你的代志，我系无强，等我去解救你。那是无处强，我系无强，永远在受苦过日。你若乖乖将宝剑献给我，检查我就好你，不偏不偏。李东斌，我爱宝剑，是为着大爱；你爱宝剑，为着死爱。爱我这种剑嘛，乎你绝对无可能。剑客要偏不偏？什么爱我都不管，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。失去一段爱情，我生不如死。我有体无魂，我伫世间上有什么路用？我只要会当得到我的宝剑，我的人生才会当将来。你大兄，哪个是骗到你？我听袂入去。
你叫我做这么多动作，到尾啊，我拢是假做的。你是假做的，这哦，我是爱注定好事，啊为着要出这个车辆价，车辆价不是平平一个人，就是咱来出出来的。虽然有我两个人，他都只往你那里讲啊，必须要你咱两个人同心合力。今麦哦，既然都已经无代志，咪就少舒适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客气啦，为着你某囝啦。啊，这几名哦。啊，这个我呢，你我等。啊，好客。啊，这几名，啊，咱客，今麦马上，跟我看看来，来先到，啊，你就安。分手。我费这个大苦心，无非要见着我某囝，好不容易会当娶到草婆囝，无论安怎样，我一定要见伊一面。这嘛是你答应过我，对不对？保险给我。好啦，安尼会使吼。好，我即马就来去见我妻，多谢你。你就知影，后壁你就知，好，你上课啊。